习主席，你尽量往前面请一点，不要塞屁股，你屁股没有肉，你往前面，你前面有护膝，有那个挡住。杨泉宇，你是在那里捣蛋捣蛋哦？对啊，你不是没有，这是人机油，这是人机油，我就拿这个油掉。这是人机蛋，这是人机蛋，这是人机蛋，这是杨泉宇，你觉得这样的家开心吗？这是人机蛋，这是人机蛋，杨泉宇鸡蛋，杨泉宇鸡蛋，不开心。好吃吗？好渴哦！别喝水啊，我去拿水过来。接一道，我觉得很生气。好，我去拿水过来哈。好。